连段的持续时间两倍。什么意思啊？连段比较不会消失吗？我来看一下哦，这攻击加很多，必杀增加，攻击加15，血量我是觉得还好了。必杀会下降，攻击提升，飞翔下降。你知道有些真的很难选择、哦，防御增加很多哎、欸、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人好了。设计。飞翔，哇！我真的觉得，哇、哦，这种好难选择哦。啊，给你啦，你这个东西烂透了。杀亚历莎的学生服哎、欸，换成什么黑色手套，感觉就变弱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钢级增加主角的钢级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考虑。主角我们很常用钢级，好换。这是 PS4 哦，所以是用摇杆哦。好。那像刚刚说的，我们这边告一个段落，完了前面四个，我们可以去异界哦，堕龙洞穴哦。这个是要拿素材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。哦，我们现在变成钢属性了，调回来好了。欸，火属性居然有两个平衡型。物理型，感觉我们应该叫物理型，对，物理型比较适合我。对了，我记得有空的，提升影之力。好，那就是这几个啦，准备出击，再次挑战堕龙洞窟。最深处有，他已经暗示我们了。披萨，对，这里东西都不用管，反正在最深处。修道，修道符，哎，正中毒，没有被打到下来，钢级的，哇、哦，你看主角的钢级，嗯，就是不得了，你属性，修道，修道，修道。啊、好躲哎、欸！喂，修刀修刀，有很难吗？啊，没有很难啊。嗯，你呢？哎、欸，也是很灰色的。隐藏的宝箱。你自己打比较好。谁呀？零属性，修道符。荣耀。这个是零属性，我记得，有记得。哦，我记得这里了，很烦。地上那个不能乱踩，一击必杀，互相打、欸，元素击杀者，这什么成就啊？看一下地形哦，地
力有点大哎、欸，哇，一次打了两个，有怪吗？有。交代するぜ。行くわよ。交代し。交代するシュート。シュート。まだまだ行くぜ。对，要思考一下哎、欸，这边走完了，所以是左边。好，一口气过去。先躲过，回来打一下。你滴滴滴啥？有中有中，没事没事。修刀修刀。哦，顺利过关啊！看看我这个连段啊，不得了啊！嘟嘟嘟嘟。风属性，都是风属性。一次打爆你们！修刀修刀修刀！最灰色的男人，最灰色的女人啊！这种灰色的真的很厉害啊，很爽啊！那时候，我明日香是连段方便，那他是一次好多下去。右旗的话是比较容易打，因为它是会移动的。我们这个是要待在原地。右旗很适合打带跑。修刀修刀，还有两条路哎，有留香子，先走这里好了。Single。走走走走走，速度速度！哦，空中的影子绿色，嗯，对，影子绿色，空，哦，真的好喜欢空哦。他这个打击真的是每次玩每次都觉得爽歪歪。让你会玩的有这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。一击必杀，能躲。嗨。有点麻烦，先开门。旁边右边有箱子。哎，旁边没问题，还想躲？这里是宝箱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不用看，不用钱啊！会，有有有，没问题，妥妥当当。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时间5分07，速度更快哦，快了3秒。然后 combo 完美，好说好说。哎，这里有闪亮亮，还有我看到。藤蔓植物砍下来，普通的拿来使用也可以。会幻灯藤蔓，特别哦，不能多拿一点吗？不行哦。好啦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抽大奖，你这个两颗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给我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给我二，还有 serious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给我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给我二，好，差不多了。
横断小路我觉得可以先去，这边可以获得比较多的情报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抽一下。没有没有要抽啦，我就不想抽啦，就是先玩玩别的啊，等一下再看状况。其实二这个数字还不错，我刚刚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老二哲学，好不好？什么叫老二哲学？就是不要做第一，哎，凡事不要只会出风头，你做退而求其次，对不对？那个才会厉害。就是想要跟你们聊一些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才想说抽个二，对。然后也跟你们说，不用担心，自己是个二货，好不好？每个人一开始都是个二货，没有新手，没有老手，对不对？像我有时候玩游戏，很多人说，哦，小兵很雷，很烂的，你为什么不去看攻略？为什么不去好好的研究？对不对？但我觉得那种都是不需要去这样去嘴别人的，没有新手，没有老手，每个人都有新手过，对不对？一开始玩游戏，哪有人会去各种爬攻略的那样子？还需要玩吗？但是先享受游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这个二货，当二货没有问题的。迟早你觉得有心的时候，也可以慢慢的往上爬。对，想当年玩猫战也是一顿嘴啊，哦，我跟你很烂，你很雷，哦，怎么进度那么慢啊？嗯，那现在呢，我跑到猫战里面去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是从二货开始做起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哲学啊，希望你们可以明白。所以我故意抽这个二的这个数字，希望你们了解了。改天，你们了解了是不是？下次我就直接抽六了，好吧？感谢巧克力酋长的赐教。酋长两个字是多余的，好不好？我这够了。いらっしゃい。还有卖新的耶，那有那个吗？好像没有。你们要的是东西，好像他这边没有买。而且这边都有持有，除了这个琥珀以外，有些东西真的都没有。要的要不要？买一个以备不时之需，钱是还蛮多的啦，就买一个看看。管他三七二十一，有用的情报、礼物、道具。虽然日本不常送礼，大胆的送礼，送他根本是想要自己收礼吧？有有有，我们有一个是给右旗的。电玩中心哦，是不是梦幻亚历莎最适合了？谁要钓鱼啊？偷偷收集夹娃机，都有。这次的游戏情报还好，没有什么太特别，都是我们算是已经知道了。透过地毯式的摸索游戏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了！原来新的东西在这里啊！哦，这件衣服很不错哎，有加攻击力10点，会这样哇！我觉得这完全只能穿了啊，3000块。只有加，你知道我。